东博社综合报道。据越通社消息，越南计划投资部境外投资局表示 ,2018 年前九个月，越南企业外商直接投资资金达 253.7 亿美元，约合1746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99.6%。 从投资领域来看，加工制造业是吸引最多外资的领域。日本、韩国、新加坡分别为当前对越投资力度前三个国家。报道指出 ,2018 年前九个月，越南的加工制造业吸引了113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占越南引资总额的 44.6%， 其次是房地产领域，引资额达58亿美元，占 23%， 批发零售业位居第三，引资额达21亿美元，占 8.3%。 其中日本对越投资额达70亿美元居于首位，韩国对越投资额仅56亿美元位居第二，新加坡以36亿美元的投资额位居第三。分析指出，近十年来越南高速增长的经济以及稳定的发展环境是越南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